是不是可以用高切成两个直角三角形？那直角三角形是不是有共用的高？也就是说，斜边的平方扣到底边的平方会一样。所以呢 ，b 方减 x 方等于 a 方减掉 c 减 x 的平方。到这有问题，展开来。b 方减 x 方等于 a 方减 c 方加二 cx 减 x 方，把 x 方约掉，全部移过去，再整理二 cx 会等于多少？把 c 方移过去 ，b 方加 c 方 ，a 方移过去就变号，等于 b 方加 c 方减 a 方。所以啊，它的 x 就叫做二 c 分之 b 方加 c 方减 a 方，所以来 cos a 有了，再多除一个 b 就好，等于二 b c 分之 b 方加 c 方减 a 方，这么说。好，同学来把它写一下。如果有空间，没有空间就算了。这个还蛮好证的哈，重点是把它记下来。把这个图画一下，上面应该我这个证明蛮简洁的，应该写一下，把它写一下。上面不用抄，写到全部都要抄还是抄下面？下面是证明，写一下。你们俩，你们看得出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吗？这两个字是一样的，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其实是一样的。我把它移向给你看，把 A 移过来 ，2BC 移过去 ，2BC cos A 就等于 B 方加 C 方减 A 方，再把 2BC 除下去就等于这里，可以吗？所以这两个式是等价的，背两个都可以，背两个都可以。我觉得这比较好背。好。OK， 来，好，跟你们讲，这样 OK 吗？妹妹，看不到，这是毕氏定理嘛？斜方减掉底方等于斜方减底方，展开来整理就好，就会有答案。展开来整理 ，b 方减 x 方等于 a 方减 c 方。加二 c x 减 x 方，哦，这个负的展开来，再展开 x 方 x 方约掉，二 c x 留在一边，把其他的项式搬到另一边去，再除，最后再把 b 除下去就好。好，题目比想象中的简单啊，同学。为什么这一题目比想象中简单？公式越难背，题目越简单。这很好想，因为条件会越复杂，懂我意思吗？你要满足的条件越复杂。来，题目问什么？看哦，像第一题好了，好不好？第一题好了，好。像第一题，三角形 ABC 中 ，ABC 中 ，A 的这边小 a 等于五。B 的这边小 b 等于八，角 C 是六十度，你要求 x。同学，哎，我问你哦，什么？你看，这时候不跟三边有关 ？C 的这边小 c 嘛，看是不是跟 a、b、c 都有关？你给 a 给 b 要求 c， 是不是跟三边有关？所以是用余弦定理去算它，可以吗？那你如果有背的话，把它切开来 ，c 方就等于 a 方加 b 方。减二 ab cos c， 看你有没有背了。那最后你两个都会熟，所以我都用，可以吗？这样是不是可以算？那这时候怎么算？哎 ，c 方就等于五的平方加八的平方减二乘以五乘以八 cos 六十度 ，c 就可以算出来，可以吗？哦，这是第一小题。
那第二小题给的也很漂亮啊，你看哦，这个给了三边 ，A B C A 的对面小 A， 小 B 小 C，A 就是六 ，B 就是八 ，C 就是九。同学，你给的条件是不是跟三边有关？要求一个角，要求 cos A， 那 cos A 会不会记？二夹夹。二乘以八乘以九，分之甲方加甲方减对方，八方加九方减掉六方，算出来就是答案。哦 ，cos 六十度是二分之一，跟你们提一下哦。那 C 是不是也可以算？哦，第一小题、第二小题写在这边，我写的空间有点小，你们可以不用写那么小。哦，那你们练习一下就好。那有些时候你们要帮我们一起看一下，好，好不好？Thank you.
想数学没好，你就是哦，这样看二分之负一啊，对，我这一百二是二分之负一。提讯你们，对啊，而且我进度没有拉快，我礼拜二比较快，我今天其实礼拜二的时候比较快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休息十分钟，休息十分钟，休息一下。Don't worry 哈，这个今天我会调整，不会太快。礼拜二，你觉得礼拜二比较恐怖吗？真的吗？礼拜二我是觉得礼拜二我上班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Thank you.
去，不然我在跟你们什么的。我真的想给你上课，真的想跳什么？谁在外面转着运的？那好啊。那我的经验不能。有预算吗？不要。刚刚是乌鸦叫。我给你拿脚。我现在没有，因为太多了，只能全吃。这个是鞭长比月月甜的四川。你说搞得懂吗？然后说出鞭长比二六排龙等于比谁高？不知道，你说是吧？是你说高手比是鞭长比对不对？鞭长的，鞭长比是高的档次。对对对，我一直个。对，然后算出比例，二六排一角色以后，然后六排龙等于比谁高？干嘛？高手比啊，因为怎么样呢？二十五分是23分号，这个答案是对的吗？一个小丑。对。谢谢。谢谢。十一你写25是对的。我要看你做了。有啊。有没有让你打的？有啊。刚才骗的。送没了。你写11也没有。都没有人打完吗？我写啊，三花接力半径自己求啊，我转到，而且我根本没有创，他一直会感受啊，在球外线上写就不好自己有啊，反正你，如果你可以，刚刚我进来自己，反正现在可以加回来，好酷哦，谢谢，不要猜，可以，哎，好酷，也还好，反正我作业我还有，没球在罚站，不能会生气。把就把十几了，接着，快接了，你把二十分之内一下，三个，哎，不要了嘛，熊什么啦？怎样？记得两个证明方法，第一个就是你写
第二个就是爆打爆破性质了。他上面这样写啊？对啊，他会选择。
他写调戏哦，这么可怜，这么可怜，干嘛不来？对，哦，因为那个人啊，哦，被调戏。到五分吧，到五分。民族是死神的事，还要我先遮？民族是死，民族是东沙，民族是东沙。对，你选民族哪里很丑？我刚才先抢钱，然后讲到什么？好，你不要看，我不要，费力讲人家坏话。我突然想到我要拿耳机，但你这样要我情何以堪啊？拿多包三要看。
我们知道cos 在这里是正的，在这里是负的，这里是正的，在这里是负的。我们在一二象限之内，如果是正的，代表这角是比90度角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cos 算出来是正的，也就是上面这里算出来是正，下面是正的，下面不会是负的、哦、如果上面算出来是正的，代表这三角形是锐角三角形，可以吗？举个例子好吧，这个，例如说这个七五六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那 cos 系的等于分母都不用看，分母一定是正的嘛，因为边长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五方加六方减七方，请问你是不是大于零？这代表 cos 是正还是负的？cos 是正的，代表，请问你，它这个 cos 角是比90度小还是比90度大？比90度角代表它是什么三角形？锐角三角形。为什么不用讨论其他两个角？因为大角对大边，这个如果用七的对角，是不是就是对大？就这样，可以吗？对不对？然后这种 cos 角是什么概念？ cos 角是度是零，好。cos 斜边不是水平边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看，如果这个三角形的这个三角形很接近90度的时候，它的水平边会趋近零嘛，对不对？可以了吗？好，再来，这个。再来哈，如果它是钝角，代表什么意思 ？b 平方加 c 平方减 a 方会怎么样？小于零。小边的平方和比最大边来的小，可以吗？我们只要讨论最大的那个角跟最大的边之间的关系，这样 OK 吗？